今天又奢侈了啊，超市榴莲搞活动，19块钱一斤，今天买了个榴莲看看效果咋样，拆它就完了，准备开呀，开个榴莲盲盒看看咋样。我瞬间失望了，你看我这榴莲，你看一看，哎，这榴莲买瞎了，你瞅瞅这肉，还没我手指头大的榴莲，哎，可惜了，真浪费了。哎呀，这一房肉还可以，你看这一房肉还不错，我打开给你吃啊。好，还算有一个能见能看的啊。给我吃一口。给，给你一块。哎，这个榴莲真是，这一块还行吧，还凑合，挺熟的这个榴莲。看看最后一块咋样？嗯，可以。哇，这一块好，这一块也太饱满了吧！哎呀，这也算是，算是差不多的了。这个榴莲花了70块钱，70块钱就买这几块肉，你们觉得值还是不值？不值。